美食天地，你我他。欢喜哦！你也看伊今日迄种的骨色安尼吼，心心满满安尼吼，因为大家要愈来愈爱伊，刚刚卖愈来愈亲，所以讲靠起来。卖安尼啦，无啦，我意思讲。那像你咧看电影无？是，啊，食水相思啊。真的啊，那一边看电视，新个电视台的时阵。嗯，啊，毋过这边做菜啊。这有去做菜吗？对啊，做好食啊。咱等下去做菜。真个，水相思当卤菜。我伫伫饭店做出来吼，然后做一个麻辣鳕鱼香丝，那客人都会点的，什么叫鳕鱼香丝？然后端出来就是这个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人家你要请我买无？嗯。麻辣鳕鱼香丝。啊，那就好吃，要安怎做？这个会当做凉拌哦。对，啊，再来做一个迄个起司虾仁烘蛋。啊，你，今天今嘛是一斤两道菜了对吧？无，因为吼、哦、烘蛋咧烘的时间吼、哦、有段时间，啊，迄段时间咱都要做这个凉拌。哦，这样子。他袂讲哦，对。啊，你现在是要烘蛋先来还是凉拌先来？凉拌先来。好吧，来。啊、好，咱今嘛会的人嘛哈。嗯。咱今嘛来夹钱。要下去找。好，啊，这要切个什么甜头？好，一个有金黄色的，不要有金黄色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咱下面叫姜丝，姜丝，葱丝，葱丝，盐水，盐水，辣椒，辣椒，啊，你做这凉拌的那个水饺，啊，再来就是辣椒粉，辣椒粉。啊，像你烘蛋内底准备的材料是啥？黑芸，黑芸，太白粉，太白粉，起司，起司，嗯，啊，你俩，嗯 ，OK。好来，啊，那你直接做工当中呢，我来卡了。好，你卡两好啦，吼。我改安那调节哩卡。安那调整吼。嗯。像安尼油温敢有啊？有啊。安尼塞落去啊吗？嘿，对，就像伊个钱安尼嘛。伊个钱吼。嗯。啊，你即马个钱有金黄色啊？安尼哦。嗯。这样安尼正正安就塞哩啊。这样就好了。嗯，咱来使个火底下滴啊。咱今来做烘蛋，用利用这个砂锅的温度，是把蛋烘熟。嗯，好。好。我看起来尴尬是安怎，好不好？好。伊嘛烧香了，无什么大家的变化。嗯。但是最大的变化就在调料了。跟大家讲。靠鱿鱼味，好，炸过给鱿鱼味。好，这边的蛋这样，然后水呢，就是它一样的多。哦，1:1。好，系偌济两偌济水就对啊。好，我们把太白调进去了。好。好，咱这么先把这拌起来好了。先要拌起来。啊，面，咱要小强这折开。你是厉害人吼。三心二意。三心二意。做料就会产生这种情形。老师来倒只调来。大家叫做料理怎么能三心二意呢？啊，那是当初卢炳佑想做，唔知真是三心二意，好不好？卢炳佑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无啦，你当初冇传我的经验，冇三心二意，唔得要传到一个呀？敢无？冇，我始终如一啊！好，这个再给你给我吗？对，我来加，然后虾仁加进去了。好，哈？啊，你边个搬？我这个，嘛是那个搬呢。是哦、喔。嗯。天哪 ，Oh my god！ 哇，那个来，咱加点啊，鸡汁，哎，蛮倒嘞呢。无，我无要倒，我想要有人可以看见。哦。好，鸡汁。鸡汁。好。好。然后再加一点盐。都加什么？盐。盐哟。嗯。咱可以看到吼，加盐，加鸡汁。啊，迄、那个太白粉，啊，你卡几粒？五粒啊？五粒。啊，伊个水。好，那就葱啊油。葱啊油倒嘞。好。啊，点啊麻油香。麻油香。好。加些加落来吼。这个好吧？好。这个好来，我试一下来。OK。好。好。啊，这东西是想要安怎？我这东西也是。嘿，牙齿机，来，阿、啊、来，来，好哇，温度起来哦、喔，来，这温度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的，嘿哦，阿你是要创，阿你是要炒蛋哦、喔？无，直接烘，烘熟，烘，阿啥伊得爱甲拉，阿拉伊即马吼，较袂坚定，较袂坚定，
啊，伊利用这温度，利用这温度，它有程序的，你看我哈，用这温度，这程序，啊，你要隔一段时间，咱挂了砍了，安尼哦，爱失败无哈？未失败，确定，因为有我，有你在就对啊，有我伊就未失败，安尼哦，啊，所以你伫厝做，若无我，你就失败。安尼吼，安尼你人我甲你请转去啊，你安尼讲。啊，所以恁兜若要嫁出来，定叫我去。人家有听吼，那叫重点。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呢，阿玲在电话位，拜托你电话，你甲我讲，你甲我讲，我甲你，你甲我问，我甲你讲。对。啊，报一个电话，我就要甲徐阿玲再收五千啊。笑。哎，干么？伊报一，我报一个伊的电话，就爱收中的迄个看狗仔费五千块，吼。啊，我要咱去免费给你唱两条歌，啥意思？因为啊，我火开小一点好不好？免了。啊，无小看敢安尼敢会成功？会啊。没有。你莫看安尼，这会成功。确定吼、哦？我都惊臭渣呢，你拉。没啦，这安尼吼，伊蛋香吼、哦，慢慢就有一点那个砂锅的蛋香味，这个就是这个道理。是吗？对。那个这温度了，爱干起来吼、哦。干起来吼、哦。气死！哦 ，My God， 好看起来，那个大火啊？没，转小火。小火，你上班来啊？火。啊，咱怎么吃？嘿，要做凉拌的。啊，用瓜。哎呦，辣椒粉，再放一下。好，阿哥来。红油。红油。是足香无哈？啊麻辣，麻辣哦、喔，麻辣叫肥时多你唔敢吃啦。你要做，恁倒来囡仔孙仔吃。啊，这配安尼搭配吼、喔，袂歹食。真的哦、喔。搭配真正袂歹食。好、哦，哎，多搭配叫做迄种鲜味精。然后伊话嘛是爱搁一罐。哦，酱油膏，咱的迄个腌油膏。安尼得。哦，安尼就好。啊，拌拌嘞。对，拌拌嘞。啊，点了一支。米酒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加点较淡，加点啊烧水。哎、欸，脆脆的了呢，怎么跟刚刚感觉不一样哎、欸？好啊，得。悄悄开。对呀、啊，无啥共款啊嘞。对，啊，你个悄悄开，做好食啊。哎、欸，真正袂歹呢。真的啊。嗯。这无共款的迄、那个。哎、欸，加起来像我虾味鲜呐。无、啊，佫无共哦。真的吗？好好吃哦。好，安尼，我们就一个凉拌的。是不是吃了煞嘴？嗯，咱看烧酒袂歹，赞哦。嗯，那可以，可以了吗？可以看一下了吗？哇！好，你若准讲后尾个会较温度较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再开火吗？可以啊，让它上来也可以啊。起来，你看这能。哎呀，你就变硬了耶！对啊，然后其实都溶解在这边。哎呦，要上了吗？可以上了。要关火了？关火了，我已经关了。耶！那你快点点，不哈，虾仁烘蛋。对，还有我们的凉拌鳕鱼香丝，赞的。那你观众朋友做家务赶快来料理，变化一下咱家的菜色。今天的这个呢，美食天地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也感谢咱阿勇仔，谢谢，叫你辛苦，感谢咱的弟弟爸爸妈妈，我们下次美食天地再见喽，拜拜。